东南亚万岁！游戏名字叫做《琼斯小姐》，还是《琼斯太太》啊？琼斯太太，完蛋，这游戏看起来好笨。不能跳，不能。小声一点。游戏好粉。你需要狼锤。什么东西啊？这边进不去，为什么电视声音？楼上吗？我家桌子的高度其实是差不多的，这么大的冰箱是要装什么啊？装一头牛在里面？哎，这么爱吃的吃？吃多少啊？啊，这楼梯怎么这么窄啊？这是哪里？希腊皇宫之类的吗？希腊式建筑，希腊神殿，干什么啊？这游戏吵死了！怎么解啊？老师卡好啊，看得到捡不到，怎么捡啊？捡不到啊！还是说要找东西把它拉出来啊？我们先进神殿看看。我干嘛了、啊？我怎么在发抖啊？我需要图书馆钥匙。他妈的，找什么别的啊？哎、欸，变了，变了，变了！哦，哦，哦，那个锤子捡不到的，它、啊、出来那是什么？听那个声音，什么大鸡是不是又来了？他家好有钱哦！球棒，怎么啦？朋友，教练说你需要……好，我会。比利练挥棒，然后。不小心打烂别人的车哦，他父亲的车啦，他很慌张，来到了图书室，哎，图书馆，把棒子藏起来，嗯，这是故事来源啊，然后呢，棒子拿起来。我怎么一直在抖？抖什么呢？抖！棒子拿起来，敲下去！所以我棒子的这个道具故事演完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去找狼头，有东西在楼层移动。哦，刚刚那个移动的是，哦，自己会移动，哇，哦，好惊悚啊！怎么会自己移动啊？这个衣柜太可怕了，哦，诡异啊，这气氛吓死我了，空空如也，好担心啊！等下有鬼跑出来啊，太可怕啦！有没有枪啊？哎有哎。老爸说他打坏我的车，只不过是个小凹洞，你反应过度啦！我要杀了那个臭小孩！靠腰嘞！哎哎哎哎！这老伯车子挖了一个小洞，就把自己小孩给变了，然后再自杀哦！这什么笨色游戏啊？
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然后嘞，我什么时候伸出了手电筒啊？看不能剪了。这故事真是绝啊！百年难得一见，光亮到我狗眼都要瞎了。Sorry， 上吊？为什么我要上吊？我是他妈妈哦。哦，我是他老妈，然后回忆起这一切啦，我们就是最终结果就是大家死一死啊，大家一起去了这样，那对啊，老爸也受不了了嘛，这老爸发疯，把孩子杀了，自己也自杀，自己活下去没有意义了，就吊死算了这样。来，好棒的故事哦，好好玩的，太棒了。啊还没结束哦啊。我不是他老妈哦。啊我谁我是打找他家的东南亚子民之类的。地球南边那几千个小岛之中的其中一个岛的居民。干哦，这还有路没去过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边不是来过了吗？哎，不对啊，没东西了啊。这出门吗？出门看看。哎，哦。那个血这么多，一路拖到外面来啊！哎、欸，老白的车啦！哦，那边打死了他女儿啦！那、啊、最后他女儿冲过来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头发又变多了啦，我有毛一下啦，鸡皮疙瘩有起来，没错。但是好突然，而且你们知道最烂的地方在哪里吗？他人物的模组对不对？超级烂，他是他那个好像是自己做的，不过超烂。那不知道在捏黏土还是什么东西啊？算了啦。哎、啊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有吓到对不对？很奇怪哦，这游戏超烂，那个模组、那个房子、那个比例、那个整个北齐烂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女儿冲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吓到？有嘛？对不对？哪次不吓到啊？这次吓到了吧？那你们觉得呢？这个要独立吗？好啦，我也不要问了啦，每次都是问说要不要独立，要不要独立啊？我还不是都自己做决定，我就在这边决定了，以东南亚子民的尊严发誓，我要独立这个游戏，东南亚万岁！全世界就觉得我们都是东南亚就对了啦，日本人也觉得我们是东南亚人呐，真的啦，在日本人眼里面哦、喔，我们就是。我先把游戏关掉了哦。东亚实况强人，妈的什么垃圾东西、啊。